大起 boss，你们能听得懂吗？打进 PR 看什么情况，大哥们，治疗也打起手，五在那儿别四碰那么多，三二一，一个柱子2000 AOE 呢，对，不能破盾，我们要就不错了，就空射，你们干空脆射就就不行错了，就完了，对，不空错射就就行完了，了，空射就行了，对，空射，撞球空射就行了。跑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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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撞球，我撞那个，嗯，破釜光环，破釜光环，当心，三角分散往三角靠，大门让开，区域准备，嗯，冰固了，吃糖了，没事，死不了，打 boss。满兵过去，也是打，别把圈放大兵。打就行了，还是百分之二？你别站对面了，你别站对面，站对面，站对面刷不到。跑位，跑位，跑位，跑位！操！紫菱这边有一个跑错的，减伤，韩红，二三，他手册骗我是吗？啊，没转啊？手册显示四，那个八十四。是打掉可能产生转，应该要把柱子打掉了。柱子没打掉，把它定在这里。好蠢啊！对，不打可能没转。血，他那个宗树里面止血了那个。柱子没打掉，他想动也动不了。他剩余军卡会破起来，坐一下，八千。哎，这 boss 现在不知道怎么，他到底改了是一堆什么玩意儿。他说了84%剩余金塔会破碎啊，对，但是他现在没有破碎这个技能，也没有熔毁这个技能，是的，就这两个技圈能还彻底在，从手册里面消失了。这不是标配好吧？五奶三治疗，五奶两牧师。搞啊，再来一把，还是控射，只能 rush，不要想着打柱子了，没啥意义。五四三二一，开！第二人跑位别死人嘛，好不好？空射，空射，加速出车。加速出的，就位，兄弟们跑位去，往三角靠，中间要入让出来，往三角靠，你们谁在这转一下？转一下，谁转一下？不管谁转一下都可以，三角，别把大兵打住，驱散，nice，单缺，nice。哪里有个球漏了？就刚才说撞的那个。现在停下。有时候刷不起来的呀。对，没有，先刷，破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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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跑位，跑多少算多少，兄弟们。这都83点几了。没啥好挡的，这三个柱挡不掉的。数据问题。循环打的话，循环打的话要练。他这个节奏太快了。哎，这个跟史诗，我觉得这个 boss 难度不高，这又不高。如果真的就有人傻而已，你前面40分上半个小时全浪费了，死没死些啥东西嘛这。你就是前面我们打三柱的时候，那驱散跑不到位，各种跑不到位的。来，看能不能打到八十，好吧，兄弟们，看能不能打到八十，看能不能打到八十，打到八十他还不走呢。球别怕啊，球该撞撞，那路过你身边你就把他撞了。那球打人不疼的，兄弟们。
准备。他就是撞一下，全团炸一下，不疼。五四三二一，没有一万五，那个球撞一下四千，四千，一万五四千。不要打，这个没压力的。跑位，跑位，破釜光环，别神，跑位分散，分散，远离三角啊，往三角那边靠，撞球，看到球把它撞就行了。走走，有 DH 过来。DH，OK，远离，跑位，第二轮准备，准备第二轮跑位，别往那边靠了，急跑啊！准备，急跑啊！别乱动，自身点杀，没事，杀起。狙，单狙。八十了，还差一点点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兄弟们来了来了，八十，跑了，行了，迁移了，那没问题，那没有融毁这个技能。下去，我们可能是唯一一个进的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别上圈里面啊！你们身上有底棒，上去上去，能去取一下。哦，有底棒，哦不是，这是幻灵喷发的底棒。那个球撞到了，球撞到了。那是球撞到的。自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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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自保啊，兄弟们就保命，跟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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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牛逼，我们赢了，好吧？赢了！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哎，不会放技能了吗？大手球的，去！哇，操，这么多！快去！哇，十八！快去！没去战士了。不用群体，不用群体。恭喜你活得下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活的。完了，这个击飞你们都要死。钩子后面的全啊，看 AOE 来进罩子，进罩子，兄弟们，我还有个罩子，快快进罩子看一下，好吧，快，这一把很关键，好吧，这一把走吧。然后呢，然后重复，然后放那个放住了，跟 P 一样了，一个冲击，还三个碎光，还是那些，还是那些，这还是 rush 啊，肯定 rush 不掉的呀。这个位置 rush 不掉啊，你这个位置要 rush 三十血。你要考虑转机到你打的时间，达到50%呢。哦，我们理论上，如果你是满员，我们能达到60%几进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对吧？第二个也能 rush， 第二个也能 rush。那他肯定会改的呀，是肯定改，肯定会改的。他这个 boss 是把机制重新翻了一遍，这 boss 整个是推翻重做的。治疗正常，这种推翻重做的 boss 太正常了。可能会。P 三怎么办呢 ？P 三肯定得打，你 P 三打50啊，你中间至少得破一次到两次柱子。回自己玩玩吧，这个就不说了，好吧？你不破要掉的。这个 Rush 肯定有人，我不知道他们尝试没有，我他们 DPS 比我们快，应该会尝试。Rush 这个跑位，哎，回自己玩玩，没什么讨论的，回自己玩玩讨论吧。或许打听一下你们那边我世界第一暗牧他们打的怎么样？世界第二幕是谁啊？那就你们那个刷榜的79 buff 都是出名的。上窝头的。不，你别告诉我是那个，不会是那个我看不上的那个人吧？绯红啊。